就是大概是这样，东京的物价水准再加上汇率，大概是台北的九点多，大概九倍，所以我都会装去的。你说印东西吗？对啊，在学校印呢、啊？学校印也是十块啊。哦、啊，就是你，我是说学校、嗯、那个银幕，可以告诉我这一块到底可以干什么？一块是缴税用，就那种非公面的，非公面不是有时候没有零头，或者是像那种面包的168块、3块、1块。我贩卖机投一堆一块钱，想要把它耗掉，他都不要。他都不收，一块钱是因为一块钱是等于他们一角，贩卖机当然不会收一角。我们如果5块都不收了啦，如果我们五块是拿来丢神社用。真的啊，我跟来丢神社用。OK。这边的十块价值感就跟我们的一块是一样的。所以，像你看这一家大家随便吃多少个十块。日本。